刚才接猪肉一不小心接手上了，写到鸡蛋肉上了。你认真滴血认亲吗？快给你妈道歉，说你错了。我错了。啥？是我错了。我爸错了。我，你俩不用在这一唱一和的啊！今天要是没两条这样的裙子，说啥也是好不了了。谁正经有人穿这样裙子？这咋不正经了？谁正经有人穿那样衣服，比手头还紧呢？我，你别跟我说话行不行？现在天本来就热，你一跟我说话我更热。你珍惜吧，这过几个月就要供暖的，那可是要花钱的。我到时候就算你花钱，也不一定有现在热。你看你现在满头大汗的，就证明你脑子里的水终于要放出来了。我以后你会更聪明的。